中央社记者郑景文，槟城23日电艺术卡车秀台湾昨晚在槟城演出后，曾在台湾留学的槟城州立法议会议长刘子健大赞表演台湾味浓后，认为既然台湾走出来，马来西亚也有许多文化资源可以走出去，呼应政府新南向政策。中华文化总会22日、23日在槟城举行艺术卡车秀台湾，昨晚在槟城市政厅演出获得在地人好评。曾经在台湾中兴大学气管系就读的刘子健，目前是槟城州立法议会议长。台商或台湾人在槟城举行活动记者会，他几乎都参与。昨天文总副会长江川南等人拜访刘子健。